哎呀哎呀，小弟弟，你该撞到我，你知道吗？讲 sorry， sorry， 我老哎，我叫你讲 sorry， 你就讲 sorry， 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哦，我是 Dayson， 你不要在我面前 day 笑 ，day 笑是我的专利，明白吗？不明白。我老哎。我不能被欺负，我要凶过别人。啊！我不甘愿。小弟弟，你要怎样？现在找麻将。不可以，我一定要凶过他。喂，哦。Don't make me, Andre. Angry 吗 ？Angry bird 啊？我问你，现在要讲什么？讲什么？三个字啦。从前有那三个字，天天讲你知，虽然无新意，但有意思。快点啦！真的要讲咩？阿布人，我爱你。哎，你奶奶啊，讲对不起，对不起喽，要有 feel 的，对不起，你爸爸，讲 sorry， 你妈妈，自嘲啦你 ，Don't make me angry。啊！为什么？为什么？这次绝对不可以被欺负了。现在要讲 sorry 的是你。Don't make me angry. Hungry, honey, 你讲我 baby。哇啦喂，是 angry bird angry 啦。管你 angry 还是什么原因，总之你快点跟我讲 sorry， 不然我又给你骂的。我不能再被欺负。我要坚持我的信念，我的字典里没有 sorry， don't make me angry， 所以 sorry 啦，我不会跟你讲 sorry 的啦。啊，你不是跟我讲 sorry 了了？哇，你看黄明志，啊，那里那里，老汉讲你就信。讲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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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说理。我不是懦夫。